你们两个先给我做好了，我要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啊？搞得这么严肃。我们家要来新娃了。哇哦！噔噔噔噔。怎么是个快递呀、啊，姐姐？别急。我可真奇怪，怎么是躺在箱子里的？你刚来的时候不也躺在箱子里？接下来就让我们怀着热烈又美好的心情来迎接我们家的新娃。耶耶！送了一块海绵，这个是哦，眼睛这么看是不是有点猫眼的感觉？我看到这里有一张娃娃给主人的画，我看写了什么。我怕湿，不能沾水。我的衣服必须选择浅色系的，如肉色、白色、粉色。我怕晒，所以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必须给我防晒。还有什么？抚摸我的时候尽量不要摸我的脸。这要求可真多，都没看见它长什么样呢。你们看这个小手，好好看呢、啊。不就是手吗？我也有。它的脚也是好好看耶。脚我也有啊。不信你闻闻，还很香呢。你最香，行了吧？先来给娃换一个衣服，还有戴一个假发。可以出来了吗？现在我们来猜个头吧。哇哦，蓝色眼睛，太漂亮了！这个皮肤简直白到发光。现在可不流行这种死白死白的，流行的是我这种小麦似的皮肤。你最好看，里面还有配衣服，还有高跟鞋，超级好看。把假发戴起来，换装走起。Seriously? Look at her hair. I'm trying hard not to stare. I'm like, what the, what the? Right, right, ew, ew. Oh, you got to see this. This girl must be from Venus. She's looking really silly. And I look like a genius. Hi, 大家好呀。哇，好美的神仙姐姐呀。神仙姐姐？初次见面。我来自地星球，可以叫我0763563。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叫编号不太好吧？我来给你想一个地球的名字。给我的。想好了，就叫阿白。